欢迎来到我的主抢秀总决赛的舞台。我这次想准备的是唱跳舞台哦。我觉得唱跳对我来讲有点困难。我的决赛的舞台是唱歌。你都把整个表演都做到完整很好，在 rap 的部分可能声音要贴切那个音乐，有些部分来说的话会让我稍稍的出戏一下子。如果今天在电视看到这个表演，我是不会转台的。我的主场秀全方位最强新人王得奖的是